就是要带他们去优良的家庭产品，让市场来变成销售官，用着民众来保证咱的鸡鸭、猪鸭会安全，绝对是好食又个便宜。现场的民众是踊跃来采购，排队的人潮不断，会当讲是买起抢抢滚的。今天我们办这个促销会，主要是来帮猪农跟养鸡户哈，他们这段时间所遭遇到的困难。那今天办下来，大家都很高兴。因为市民买到很便宜啊，品质又好的猪肉跟鸡肉，还有鸡蛋等，那猪笼跟鸡笼他也都很高兴啊。那我们希望借由这样的活动，让市民知道吃台南所生产出来的猪肉、鸡肉、鸡蛋都非常的安全啊，啊品质又好啊，千万不必担心。大家应该要踊跃来选购我们台南市所生产的这些肉品，那吃得健康啊，又吃得便宜。那我想猪笼、鸡笼才有办法继续生活下去。啊，今天化身为销售员呢？感谢市民的支持啦哈！啊，很快就卖完了哈，猪肉跟那个鸡肉哈，都各准备1000份，我看很快都卖完了。啊，他们都大排长龙，表示什么？表示说大家对台南的这个猪肉跟鸡肉，其实大家都很有信心。那经由这种活动，打破他们心里的障碍，我相信他们应该会到菜市场去买。啊，千万不用担心，台南市生产出来的猪肉、鸡肉、鸡蛋等等的这个产品都非常的安全，非常的健康，哈，非常的品质非常的好。那很多市民都说，哎，看到市长，然后多买一些。有啊、哦、有啊、哦，他们有就更踊跃的购买，哈，啊，这个购买经由你们媒体的报道，大家就有信心了，因为这一段时间猪笼跟养鸡户啊，其实都非常的辛苦。受到瘦肉精的波及，受到禽流感的影响，啊，大家都快生活不下去了，啊，其实这些都没有必要担心，啊，市民没有必要这样担心，台南市政府一定会做好把关的工作，你们放心的吃，一定吃得安全，而且品质又好。台南市甲宜隆市按4月份开始，每一个月第一礼拜、第二礼拜、第四个礼拜星期假期，在人行路顶的大东夜市来贩卖。这届促销除了讲肉品的介绍非常的便宜，市价普通只要爱35块到38块的鸡卵，嘛伫只现场一克啊来卖20块，无到2点久的时间，2000克啊就全部卖完了。主办单位嘛准备每一家给人吃便惊。